天是在日本的第三天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原宿屋。今天也是搭跟昨天一样的车，一样的跟山手线那边往池袋那个方向一样。另外一排小罐的水。那我们到竹下通了 ，Let's go。第一站先来 McDonald 麦当劳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很多店都还没开。经历了一阵混乱，点了两个鸡的汉堡跟两个牛的汉堡，然后两个 set。很新，日本的番茄酱是像糖醋酱的一种包装。吃完后，这些店都开了耶。大壮。好甜哦，可丽饼开超多人。现在要去表参道 ，Let's go。哇，好大间的 Apple。现在要走来对面，对面都是很多精品 ，Coach。现在要来逛 PD Land。酱油的吧，好可爱哦。买的战利品，现在要去别的地方。这站是 Cosme， 里面都是化妆品、保养品等等的。可以拿这些来试用。
酷哦。现在要去涩谷，到涩谷了。这里应该就是那个宫下公园，在这里就是一个类似一个 shopping mall。叫了一些东西来吃来喝，休息一下。耶，这里顶楼，这里就是宫下公园。回去上野了，今天几乎都是 shopping 的行程，脚超酸的。这一间有中文菜单，是选项好少。在浅草那时候吃到那个哈密瓜真的超好吃，所以我们在超市的时候买了一颗哈密瓜自己切。